这款两卡的插座要安怎甲换做三卡的双插座？咱一定爱请求咱厝内面的总开关关掉，这个面板对边啊甲扳开，倒边正边的螺丝跳来，一块盖挂对当掀起，会看到一条红色的火线，甲一条白色的中性线，用一叶螺丝吧对这个插落，电线对当真简单甲拔落，这两条的跳法拢相像。咱要换的就是这座三卡的双插座，买就是安尼规组买，较未来欠东欠西。这座插座甲变过来，卡第一条是火线记号，有两空会当插的火线插空。卡长的一条是中性线的记号，嘛是有两空会当插的中性线空。这个是地线的记号，同款有两空地线插空。这两条电线要甲堵在空内面。火线这条甲堵在记号较短一空，中性线堵在记号较长的一空，安尼都完成了。这座三卡插座。这个功能包括这个地线卡，咱即马过来做一下补充，换这个插座的完整说明。在这个插座盒内面，然后加出这条插色的电线，插色这条地线，就是插一下。插座即马规组会使甲导入，这两片有镜头的，咱拢甲向倒边。规组看落，左右螺丝锁锁，面板搁甲嵌落去，安尼就完成了。咱用一个插座，甲换做双插座。电器即马，不管是两卡的插头，还是这款三卡的插头，现主席的两卡、三卡拢会当插。